充满期待的一脚。那小锅，哇塞，看到就这么大点，还不这么大一点，还不是说全部都吃掉，看到没有？还不并不是全部，就吃中间这像两个眼睛一样。嗯，煮老了，这东西不能煮了，这就拿个热水烫一下就行了。一摘掉之后，哇，嗯，上面还有个大大的，一会儿再吃它。嗯。